Hello， 今天是我们要去送餐车的第一天，希望成功哦，加油！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？我们有星星做的酸梅汤，秘制酸梅汤，我们车上的凉粉，莫奈凉粉，超漂亮的，昨天那个各种颜色的凉粉，对吧？哎呀，店长来了，快去！店长，你觉得我们今天成功吗？我觉得我们今天，我不要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你觉得就好。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也可以。加油了，加油加油！准备出发。好的。今天我的穿搭超级适合这儿，有没有认真给我拍点照片呢？大家都在忙，自己拍点吧。今天什么心情？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、非常愉悦的日子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的营业额达到了一千欧。你呢？我刚讲巨多，但是没录上。我要给你们泼一个冷水，其实没有达到，没有达到两天的。谁在偷拍我们？不是一千欧吗？在他的胳膊上绑了个摄像机。不是，谁在偷拍我们？不要乱吃。Are you okay？ 今天突破了你的第一关，明天继续，再接再厉。多亏你的帮助和指引。